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千景汽车。今天我们来介绍这台蓝色 Fit， 如果有喜欢这台车的朋友，赶快来千景汽车预约赏车。首先我们看到这台车，它的头灯部分顾得非常的漂亮，以及它引擎盖这里漆面也都保持得非常的完整，塑胶牌子的部分也都没有裂化的迹象，顾得非常好的一台车。然后我们再看车侧，车侧的部分轮圈已经帮你改好了，也是一台帅哥在用的车。重点是这台车轮胎也帮你换好马牌的轮胎，这台车保证好跑好开。内装的部分，我们看到这台车它目前总共行驶 26,703 公里，跑得非常的少，这个方向盘还很粗糙，非常的好握，它这边都有方向盘的快控键，以及它这边已经换了安卓机。我们看内饰板的部分，也有抬头显示器、胎压侦测器、避光垫，也顾得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完美。它这边也全部都是用触控的方式，也都非常的直觉，还没有坏，非常的棒，冷气也很强。再来，我们看到它龙布椅的部分也都顾得很漂亮，重点是这台车是无烟车，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小小杯架，让副驾的人喝饮料可以多一个地方可以放。后座的部分也是顾得很漂亮，很完美。行车记录器也都帮你装好了，还可以正常使用，完美的一台车，赶快来买。这台车就在千点汽车。Fit的空间后面也是非常的大，那它这边也是六四分离，行导之后都可以装更多的东西。引擎室的部分就这样子原汁原味的呈现给大家看，没有任何漏油渗油的迹象，看起来都还是保持得很好。那它这些贴纸也都还在，代表这台车都是原版件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可以看深处一点，都是很完美的一台车。当然，这台车交车前也都会再整理过给您。最后，这台 Honda Fit 就介绍到这边。如果有喜欢这台车的朋友，欢迎来千景汽车预约赏车。最后，如果有喜欢这部影片的朋友，欢迎帮我按赞、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。实在就是 SUM。